今天能够在台南美术馆这么美的场地举办一场属于杜露琳的婚纱大秀，还有能够邀请到各位来共襄盛举。这场秀也算是一个里程碑，就像我今天身上特别穿的衣服比较中式，大家看婚纱秀应该很少看到走中式，但是我也想要传达精神给大家，希望这场秀可以让大家更清楚地认识杜琳。要展示台上花里所呈现的白兰的凤冠。